变得这么快。20年的功夫，他已经成为一个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。事实上，这种变化已破坏了我的记忆，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。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，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的更多，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欲望。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，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们，阳光充足，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。终日游荡在这栋楼的周围，像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，焦躁不安地守候着画中人的出现。它像一个幽灵，来无踪，去无影。只有我的感觉和嗅觉里留下的一些痕迹和芳香，能证实它的存在。我延长了守候的时间，甚至披星戴月，仍旧一无所获。